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，忙忙地去和你重温。这么好看呀、啊，真的是我心里扔肉的。我扔都是这样的。分分钟都扔都是这样的。你拍照呀？不是，我说是你，你咋这么好看啊，妹妹？你也不差，不差，可以呀、啊，只能我心花怒放的。你要大块小块？我大块小块都不要。那你要啥呀？我要和你在一块儿。你看。我做街拍的，我想多给你拍两张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那明天我就送过来，拍完我回去修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咋长这么好看呢？兄弟们，啥也不说了啊，这个妹子我是必须拿下啊！你们以后没事常来我家吃肉啊，肉管够。行了，出片。来一波，祝我狗蛋成功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。谁？喜欢。都送给你。谢谢。哎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没有人啊。那我能就是证明你吗？那得问我姐了。你姐？嗯。哦，就昨天在你旁边那个。嗯嗯嗯。哦，你听她的。嗯，是啊，但她说你不靠谱呀。那你把我删了呗。那我把她删了吧。没有人能对我们的爱情指手画脚。